来看美国电影《Barbie》本地是一要伫越南放送，即马煞传讲要取消。根据越南媒体报道，是因为电影内底出现一张南海主权的地图，而且是中国话高大线版本。越南政府认为这画面已经踏到红线，所以就禁止电影放送。Hey Barbie。马格罗比和雷恩葛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，由真会晓说明女性基地好莱坞新锐女导演格丽塔接回，所导演和编剧引起不少的话题。I'm coming with you. Okay. 电影描写芭比和肯尼离开粉红的世界，当作到真实世界探险。原本被看作是休乐期间票房的热门片，因为电影出现中国主张南海高大线主权的地图，打着越南政府的红线。根据越南媒体报道，越南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决定禁映芭比。那电影发行商官网也看不到芭比的电影海报。中国主张南海有限高大线主权，搁在2009年正式宣布有这个海峡开采权，引起菲律宾、越南等四个为国家的抗议。海峡中协仲裁法院在2016年裁定中国的高大线主张无法律依据，也不过中国拒绝接受。2019年动画片《坏坏萌雪坏》和越南影迷俩出片中有高大线的画面引起不满，放映十天就被踢下来。2022年的《秘境探险》也有同款的遭遇。另外，包括郭富城女士和上秋高才来的影集，是删掉争议的南海主权画面和剧集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